提到。那这间套头针织厂也是当时我看他们 lookbook 第一眼就被种草的，可能本身我就对于黄色系的单品吧更加容易心动一点，因为黄色这种颜色在我看来就是自带一个温度跟情绪的一种颜色。然后它的设计灵感呢，其实就是来源于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旧海报上面那种集气质跟复古于一身的针织上衣。这款设计他们有推出好几个不同的配色，基本上都是由三个这种特别协调的色调组成的。然后像我前面说的，我最喜欢就是我手上这种白色拼黄色拼棕色的，无论是搭内搭来穿啊，或者说把它叠穿在最外面一层呢，都是非常好看的。领口敞开的时候就刚好可以把里边连衣裙的海军领口呢给露出来，然后100这边呢是做了一个收缩的宽边。除了说像我这样子搭配裙装，你也可以去搭配高腰的裤装来穿，然后这种设计呢也可以很轻松的去塞在你的裤腰里边。至于舒适度方面的话，这件就直接贴皮肤穿的，也是特别亲肤柔软的。面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透气性，包括这件它的扣子设计我也蛮喜欢的，它是做了一个这种定制的毛线扣，颜色的话就刚好跟衣服本身呢保持一致，就会比较的显好。